通通都难不了这些网络美女。不论躺下一代之美的票选冠军，超过三十万的美眉们，在选择上去他路人合照 PK 连气。戴上可爱的红色一灯帽，美眉们使出浑身解数，不只要路人合照留念，还不忘装可爱猛拉票。有啊，我小鹿乱撞，小鹿还蛮惊讶的，会蛮吸引我目光。我就是正妹力量大，为了抢红颜人的商机，西门町商圈店家让网络业者合作，找来网络美女 PK 抽人气也成功，心满意气。记者陈秀宇、周崇玉